好，今天是我们第二场的日本留学说明。好，那这一场呢主要有几个重点要跟大家来做介绍，是上一次没有提到的。好，那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已经有去这附近，就同样在桃园高铁站。好，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上天慈悲吧。我们有遇到这一位，这是日本人，这个是大庆日本留学社啊。那他在台湾已经二十多年了，他跟他太太在这个地方，然后他是日本留学算是代办，可以帮我们把想要去日本读书的学生介绍到日本的语言学校就读，还有协助去申请学校啊。然后他呢人非常好啊，他说日本大学非常喜欢这个台湾的学生，所以代办的费用他都优惠，都不收就对了。好，所以来下一页哈。所以这一位金田二郎先生哈啊，他就提到说他非常日本非常欢迎来自台湾的学生到日本留学，那办理签证也很容易通过了。另外呢，其实台湾的学生可能不知道日本有很多值得去学的，包括电脑绘图、游戏 AI 啦，还有那个动漫啦等等齁。今天就是第二个重点，就是会跟大家来介绍有哪一些值得去日本学习的齁。我们上次介绍的重点在于我们的住宿的规划啦，还有学校的规划啦等等齁。那但是好像没有这个部分，今天要介绍这一部分就没有谈到齁。那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这一场介绍能够对同学们比较有帮助齁。你会喜欢想到来日本啊，那也从这边可以学到一些将来对你的发展会有帮助。你可以在日本工作或是回台湾工作，当然都可以齁。好，那我们看到下一页。好，那我们还是很快的把这整个齁我们的规划，就是会有两个主要的地方，一个是学生住的地方是书院，另外一个是上课的地方是学院。这个学院呢还包括有机农场200坪，那另外也有上课的讲堂在这里。来，我们很快的再把这个部分环境介绍一下，因为这个部分上次是有介绍，那我是怕有一些人上次并没有参加的啊，那这一今天刚好可以跟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个是学院的部分进来，明德园进来，好，来下一张啊。然后现在这里都栽种了很多的花，而且房子都整理的非常好啊。这一栋是易经书院，来下一张啊。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白杨亭，那是我们的行政办公室啊。然后再来啊，这个是我们的太和讲堂啊。上课呢有一些会在这边上啊。来再来，然后我们的农园啊，将来在这个地方同学们可以学习怎么栽种有机农场啊，有机农作了啊。这个有机农作啊，因为未来有粮食危机啊，大家都知道未来一定会有粮食危机，所以会种地的人会越来越重要啊。这个吃的问题要解决，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尤其我们素食还有胎里素的孩子一定要学会种有机啊，这个是未来我们的看家本领啊。那在这个地方会学习这个部分，来再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农场的情况。现在这里都整个整理好了，一块一块的种了很多蔬菜水果。来再往下，再往下，好，再往下啊，再往下
好，再往下，好，好，再来我们介绍一下，住宿的环境。好，来往下，住宿的环境是在这里，叫做明德书院。你这边看进去的左边、右边都是，两边都是啊，加起来有十多间的房间啊，那还有里面环境啊各方面哈啊也都非常好。来往下哈、啊，这是进来的地方啊，这是我们这边种了三棵的松树啊，再来啊，这个是它的庭园，日式庭园，再来。啊，这是庭园里面啊，再来，啊，这是第二旁边那一栋的书院哈、啊，它有两栋啊，啊，这是旁边那一栋书院，再来，啊，那旁边也有一块地啊，好，那这是住宿环境，再来这个，来这边呢，啊，当然，最重要就是要先写语文哈、啊，那写语文呢，我们会在之前。你还没来之前，我们就会安排课程，希望你能够先学会，通过 N2 啊、哦，N5 吧，是 N5 了哈、哦、，N5 算是最基本级了，所以我们有安排、半年的课程，请地球村美语的一个地球村日语教日语的哈、哦、一个老师来跟大家来教哈、哦、半年。如果你有打算要去日本，大概要从现在开始学习，那会在明年四月啊左右就要提出完成申请，然后七月呢要入学，七月去那边读语言学校，等于你毕业了啊、哦，应该说二月就要开始准备资料，然后来报名了哈、哦，就是说他的作业流程都会在台湾这边啊，台湾这边就可以来做啊，台湾这边就会协助啊所有的申请作业。那等于说你最后是拿到了可能两年或一年的签证，然后可以直接到日本，然后就进去语言学校就读啊，大概在明年七月啊，七月开始上课。等于说我们高中生大概六月底毕业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到日本准备，先读语言学校啊。那这个语言学校离我们的明德书院啊，的车站哈、啊、川间站大概六站左右啊，所以大概20多分钟就会到哈、啊。我们以后每天呢会有交通车从我们的书院送大家到车站，然后呢下课回来再从车站接回来书院啊，那也就是说去那边的交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然后语言学校刚好就在车站的90公尺啊。来下一页，好，那学语言哈、啊、一年，有的一年就可以学好了，我们有一个道清的子弟就是他一年的时间就申请到学校啊，那大概花费在74万啊，这是这间学校算是比较便宜的，有的学校要到80-90甚至100啊，那这个是比较便宜，74万啊。那当然如果要纯学语言也可以，纯学语言的话可能只有这个授业科这个62万这个要啊，那其他的应该就不用，那入学科跟那个选考科这个是要去读大学的才要好、哦、那这两个如果没有，那大概就扣掉可能60多万吧啊、哦、那平均起来一学期大概六七万台币，7万台币左右了啊、哦、台币的。其实上语言学校在台湾，如果你补全日制的，就是一个礼拜5天的，那也要花费不少了、哦、大概来这边也差不多是这样、哦、好，来下一页、啊、接下来、哦就是我们今天要另外跟大家介绍一个重点，就是值得到日本学习的
现在比较有名的产业介绍哈。那我们这一部分，我们请那个庭轩来，帮大家做介绍哈，来。点是好，各位前贤好。那后学就来，因为后学是制作这个 PPT， 那后学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日本著名产业。那请前贤下一张，谢谢。那我们这个这个产业介绍呢，是我们有到那个留学代办的那个先生那边去，然后他们介绍我们这个日本电子专门学校。那他这个介绍这个专门学校是他跟大学不太一样，专门学校是给说您如果说没有打算要从学校入手的话，我们可以从专门学校进去。那专门学校的话，他就是就读完之后考取证照，然后就可以直接就业这样子。那我们就是针对这里面介绍有关于就是日本著名产业，然后还有针对他们里面的科系来做介绍。请下一页，谢谢。那我们第一个介绍的是电脑绘图。那电脑绘图的话，他们在日本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有名的。那这边就是介绍了一下电脑绘图，在日本叫做 CG。它是使用电脑软体把图形、画、影像、动画等等，那它从 3D 开始变成从假想的 3D 到 2D 空间制作出来的，它这个画像或影像的做成处理技术。那它把它做成从 3D 到 2D 的话，就会把它做成像是我们看到跟我们看到平常动画的样子长得很像，平常看到动物的样子，然后看起来栩栩如生的，然后会给予这个模型质感动作。那从事电脑绘图的话，未来其实是可以从事游戏、电影、动画，甚至还有医疗操作、训练模拟、商品、建筑设计等等。那未来的工作的话，就可以成为动画师、建筑师等等。那后续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短短的影片。这个影片其实是日本的政府他们所拍摄的这个影片。他这个影片就是呈现说他电脑绘图是怎么做出来的。他就是一个犀牛，然后他从 2D 变成 3D， 再变成看起来很像是我们看到的犀牛那个样子。然后接着他会在后面的加上后面的背景，然后给他光阴打成阴影，然后最后再让他动起来，然后看起来就会栩栩如生的样子这样。那这个 PPT 后面可能还会再传到群组上面去，那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那我们请下一张。第二个产业是游戏。然后游戏的话其实是还蛮著名的，就是大家很常会听到比如说任天堂啊、Sony 等等的。那游戏的话其实就是从小朋友到大人都很喜欢的，它有 RPG、 动作类、拼图等等的。然后它是从现代手机、平板到 Switch 的普及，所以说现在玩游戏的方式非常的广泛。那所以说从事这个游戏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从玩家的角度，玩的时候的乐趣变成是制作游戏设计师这样子。那如果从事游戏这方面学习的话，未来可以朝向游戏设计制作这个方面发展。那未来可以做的工作是成为游戏设计师、游戏 CG 的设计师、制作人等等。好的，那请下一张。第三个是动画。动画的话就是日本是动画大国，所以说从小到大可能大家都会有看过一些动画相关的，很多都是从日本开始做起来的。那日本他们动画其实是非常成熟一个产业，他们有一个很成熟的产业链，从前置到中期到后期他们都有明确的分工流程。前置的话他可能有企划、脚本、分镜，它就是先从大家重要的人开始讨论说，就是我们这部动画它可能有多少金钱，然后去讨论说它怎么样做出来，然后接着它就会有脚本把它画出来跟分镜，然后这些做出来之后呢，到了中期就会给原画，
原画就是他会先把最主要最重要的地方把它画出来之后，他可能会有第一个原画跟第二个原画，接着他会交给后面背景上背景的人做出来。那动画的话就是把细节的部分画出来，让它这个原本是画变成是动画的样子，然后最后再交给上色，这个是中期。中期完后呢交给后期，后期就会把它做摄影，然后会有声优来配音配乐等等，还有最后再经过剪辑。那这个是一个大致上它的呈现的方式，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公司它可能会不太一样，那这个就是基本上他们都是朝向这个方式。那日本很有名的动画工作室有吉卜力，就是大家可能以前有看过天空之城啊等等，就是由吉卜力来担当的。然后 Unfortable 的话，它就是如果说大家有看过《鬼灭之刃》的话，就是由这个公司来担当的京都动画。京都动画的话，有什么动画？京都动画或许想不起来，但是它就是以前它就是画风非常的细腻、很好看的一个工作室。接着是 Wave Studio， 它是负责担纲《进击的巨人》第一季到第三季，然后第四季开始就有 MAPPA 来接手这样子，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室。那未来的方向的话，就是可以成为动画制作、原画监督等等。那工作的话，就是他可以成为动画师、作画监督、作画的监督、制作进行等等。好的，那我们请下一页，谢谢。下一个是设计。设计的话是透过发挥设计及技术，用简单易懂的设计传达资讯，最重要的是能够触动人心。那广告设计的话大家一定都很熟，我们如果说到外面看到很多的头上看板啊，然后电视墙等等，那都是有广告设计的。那最重要其实就是说这个广告设计能够触动人心。那日本有很多的广告设计它都是非常有质感，然后也使人心动的。在这边有一个著名的设计师叫岩屋明穗，他说图形设计的魅力就是将脑中的想象变成实际的东西。后面其实后续也放了这个参考，就是这个这位设计师他所绘出来的图。那他图绘出来的图就是右上角这个笑容，这个笑容他其实是从一个一个图形设计去把它画出来，然后最后再把笑脸铺上去了。所以其实它经过很多很多的堆叠，然后还有很多图形设计，最后就是设计成这个图形的样子。那如果说从事设计的话，未来的方向就是可以从事设计师、插画家、创作等等。那工作的话就是可以成为平面设计师、插画家、包装设计师、数位创作者等等的。好的，那请下一页。接下来是 IT 业的话，它就是叫做资讯科技，它简称为 IT， 涵盖收集、使用、传输和储存数位资讯的各种技术，是一种资通讯科技的一种。那其实 IT 产业就是它其实是包含的项目非常非常广泛。其实很多的领域都会需要 IT 人员，那最主要其实它就是要做出回应社会需要的服务。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IT 产业可能今天在医院里面，然后有很多的病例，但是有些病人他可能久久才会回去一次，那这些病例他可能就空着了。那这个 IT 技术其实就是可以把他所有的病例给整合起来，那整合起来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会有前瞻看出来说，未来他这个可能有一些趋势啊等等之类的，他就是可以作为整合的技术。那他未来可以朝向的方向是工程师、设计师、开发人员等等。那目标的话，这边的目标其实就是指说他未来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员。他可以成为网络工程师、商业设计师、软体开发人员等等。接下来是 AI， 因为现在 IT 非常的发达，那因为 AI 的普及，所以说 IT 导入了 AI， 那这个 AI 就是成为创造新时代 AI 系统的 IT 工程师。
是。然后这个人工智慧它其实已经成为热门的 IT 技术应用的话题，从 IT 厂商到各产业都可以看到不少导入的案例。那它的领域范围是包括它的，因为它的范围真的非常的广泛，它包含许多不同的专业领域，电脑科学、资料分析与统计资料、硬体软体工程、语言学、神经学，甚至是哲学和心理学。因为它包罗的非常的大，所以说它可以成为的范围非常的广。那未来的方向就是成为 AI 人工智慧，那未来就是可以做人工智慧工程师、数据科学家。接下来是行动网际网路。行动网际网路就是从企划设计到报告全部整合以及网站总监为目标。这个行动网路其实就是指说它可以它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从企划设计到报告全部整合，然后以网站总监为目标，这个总监就是指他的未来的头衔。那行动网际网路其实指的是网页设计的部分。那第二个开发行动应用程式，就是第一个是网页设计，第二个是它可能是手机应用程式 APP 这样子。那最主要就是能够把自己的点子传到全世界，把它做成 APP 或者是网站，那成为行动程式设计师。未来的方向就是可以成为设计、报告、企划、程式。那未来可以做的就是网站总监、资深系统工程师、网站设计者、程式设计师。是。接下来是网络安全。网络安全的话，最主要就是我们成为安全工程师，保护社会免受网络的攻击。就是说我们有很多比如说防火墙等等，它就是来做这些工作，成为这个工程师。那因为现在5G 已经成为话题，从电脑的不正当者到恶质的骇客，保护企业信用等人们的生活。未来的方向就是可以预防信用卡资料外泄，防止下载影片病毒感染，防止云端资料篡改。那未来就是可以成为安全工程师。那这个网络安全，是网络安全的话，它其实就是保障它说不要让他的资料外泄，然后不要让客户啊，或者是我们生活上面会有病毒感染，网络有受病毒感染，然后就不能使用这样子。好的，下一页，下一个是资料处理，像情报处理其实跟我们的资料处理就很像。那这个资料处理他们最主要就是在做数位化转型，那总共有分成两项。第一项是资料处理科，它就是取向就是发展新世界，成为数位化转型人才。那它是学习数位技术、商业知识，远距离上班也能够应对，实践型线上教学中心的学习，产学合作加上取得证照，那可以让我们有一技之长在身。它这个最主要是说，就是能够让没有学习一技之长的人，他也可以从零开始学习。所以他第二个就是讲到说，资料系统开发科5阶段循序渐进学习，2年就能够让没有经验的人也能够成为程式设计师。那他这个未来可以做的方向就是数位化转型、物联网、程式设计等，未来就是可以成为工程师、程式设计师等等。接下来是电力电子。电力电子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强力的后盾，如果我们没有电力电子的生活其实是不可能的。那它总共有两项，第一个是电气工学科，从机场、大楼到游戏设施等等的大型建筑，或者是铁路等等交通基础设施的电气设备人员的设计、维持、运行、管理、监督、培育。第二个是电气工程技术科，从一般家庭或者是大楼的电力工程到网路都有关的设备工程，这样这个方面的人才培育。那他可以从事的方向就是基础设施设计、维持
维持电力网络设备工程人员，那未来就是可以做电气工程师、设备设计的技术、电工或者是客户工程师。那我们前面这些留学就是刚刚讲到的都是属于专门学校类型。那专门学校的话，它就是通过 N2 检定才能够去读专门学校。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台湾有这个证照已经考到的话，就可以直接到专门学校去就读。那他就读的话，就是接两年或者是三年，他就是考取专业证照之后，就可以接上大学的三年级就读。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就读大学或者是研究所，他会先从语言学校学习日文，然后再到留学考试，接着去考当地学校入学考试，接着读了四年之后，然后得到了学历，就可以把他的专业带回台湾或者是在日本当地找工作。好的，好，非常感谢庭轩为我们所做的介绍。那他是已经通过 N1 了 N1 的，也是日文系本科毕业。那这一次12月8号这个礼拜我们就要一起去日本了。我们这一趟去到日本呢，会先去几个学校走一走看一看，好，包括这个为大家介绍这个学校，好，那我们要实际去了解一下整个日本学校哈教育这方面目前的发展的方向，还有值得为大家来介绍的哈，像刚刚他帮我们介绍的这一些都是我们那个留学代办啊，他跟我们讲说现在去日本你要去学很值得你去学的哈，他就有一个叫做那个叫做专门学校哈，他都把它整合起来，就是说方便像我们这样，如果说我们去到日本不知道学什么，那你就不妨参考一下他为我们推荐的这几个领域啊，我想这几个领域都是非常棒的，包括动画啦，包括 AI 啦，包括很多IT 啦等等啊。那我想今天跟各位年轻朋友介绍哈这样子的一个日本值得我们留学可以去学习的哈，其实这些都对我们来讲啊，也许我们还很陌生，还不是很清楚到底这些东西在写些什么哈，也许我们也还没有很明确的方向，就是说我想学些什么哈啊，不过这个都没关系啦，我们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毕竟还要先通过语言啊，还要入学考试，它日本比较严格一点的，除了语言过关还要入学考试也要过关啊，所以在日本你如果读语言学校，他还会协助你哈，怎么入学你要去的大学哈。那上次有跟大家讲过，住在我们学院，就是让你能够很安心的去学语言，同时语言学校也会根据你的性向，你想读哪一方面，然后推荐给你哈要去读的大学啊。那我们只是在你读语言学校这段时间让你吃啊住啊各方面啊都没有问题，尤其胎里素的孩子非常适合来到我们这边，因为我们是有机菜园，还有整个都是纯素的一个环境啊，素食的环境。那另外呢也有这个叔叔伯伯阿姨来到这边照顾大家，包括你们的三餐啊，还有你去读书，也会有车子载你们到车站，然后再从车站下课后接回来啊。那等于说你来到这里呢，可以得到非常完善的照顾啊。另外呢，语言学校也帮他都大家都找好了，代办也找好了啊。那代办就是刚刚有跟大家介绍，免费哈，他会帮我们，包括所谓的代办就是申请签证。这个签证通过之后就至少一年啊，或者是两年啊，你就可以拿着签证到日本，然后进入语言学校就读
好，所以你还有大概一年到两年的时间，慢慢去选择你所要发展的方向，就是你想在日本学什么，也许你去那边之后有那个环境，然后慢慢多去了解，好，那你可能慢慢你会找到你要发展的方向，也可以了。当然也有的同学是已经有很清楚自己的方向了，那都 OK 了，你就直接来，也会协助你顺利进入你要的学校。那我们重点就在于从现在一直到明年七月入学这一段时间，其实日文要有一些基础，就是要通过 N5， 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线上的日语家教课程啊，这边有一个报名啊，这个网址你点进去就可以报名啊，已经有一些同学报名的了啊。那我们本来是要在12月开课，因为这个老师还在育婴期间产假了啊，所以我们可能要到明年一月之后会开始上课，然后呢上课的时间会在礼拜一的晚上，可能要在礼拜一晚上，也许时间会在七点开始。那至于说哪一周要看这位老师还要我们来协调才会知道他的开课时间。请问志冠有在线上吗？好像还没在线上啊。OK， 就是如果大家有打算到日本留学的话，那就要请你先上这个日语家教。当然，如果你已经通过 N5 了，就没关系了。如果没有，就要请你点进来上啊。那我们等于说也是为大家能够顺利通过这个 N5 的一个日文的考试，基本级的啦啊。那会教材的安排各方面都是配合这个 N5 啊，所以很重要，请大家呢如果要来日本读书，那日文没基础没关系，那就先从现在开始那么报名这个日语家教课程。好，那这个日语家教课程我们就看报名人数上课也许人少他比较容易用家教方式，如果人多我们就是在线上，都是线上这个一起上课的模式到时候看看大家报名的状况。好，来下一页这个点进去就是这个报名表所以请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我们预计在明年年月就会开始上课咯来再往下。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说明会到这里接下来就是让大家来提问有一些比较后面进来听这个说明会的没关系，我们会做成影片再放在我们这个协助青年留学日本的群组，那您记得加进去，我们会放在那里，您可以再看因为我们前面有做了一些说明，如果你没听到的话好，现在看看有问题的就可以提出来，或者是你留言，这边有没有人留言？好，没有，没关系。好，如果你有问题也可以留言，那或者是你直接按麦克风打开之后也可以直接将你的问题呈现出来，直接讲有没有想要了解的？好，我稍微说明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日语的课程怎么不见了？最后一章结束了最后一章结束我们那个日语课程就是比照我们白羊经典线上学院的课程，那一样就是缴学分费我们的学分费就等于是我们的课程之一啦。如果你到外面去学日文，那个费用其实蛮高的，在台湾也很高了
那我们的学分费也不多了，正常的一个学分是400多块吧，450，就是说18堂课了。那我们的课可能多一点，24堂课，所以顶多一个学分大概，500多块吧。那你在外面，要上24堂课的话，可能要花好几千块，至少5-6千吧，跑不掉哈。那我们大概是500-600吧，也许不到哈。那顶多是你还要再买个教材，教材是一定要的哈，这样子，可能应该是你花个1000块就可以搞定了，24堂课了，也不少呢，就是每一堂课是2个小时哦，不是，就是90分钟啊，每一堂课90分钟嘛，就两，等于说其实就是2堂课合称一堂了，然后总共24。24就是加起来等于48节课了，好，48节，我们预计安排48节课，好，那48节课呢，我们会让大家哈，在我们线上学院的这个课程上面登录，那到时候会协助大家怎么去参加这个日文班，这个日文班，绝对是，等于怎么讲呢？因为你在外面随便上个日文都要，尤其家教那花很多钱的哈、那我们特别商请我们的老师哈、来跟大家上这个课啊、那希望大家也能够把握啊。好，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看到后头有几位是刚刚才上来，我们已经做完讲解了齁，没关系，您现在上来也刚好跟您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影片会后制完成之后会再传给您，传给这个群组齁，放在群组，所以请您加入那个协助青年留学日本群组，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影片啊，我们前面所讲解的内容非常完整清楚哈，希望你没有听到的，可以到时候看。那你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因为我们预计到10点嘛，哦，还有5分钟。经理好，后学家珍。是您，请说。请问经理，那个日语线上家教课程是确认是会在礼拜1晚上开课吗？你现在礼拜1有课是不是？后学要晚辅到9点。好，对，所以没有办法。那我们原本是在礼拜天，你就可以吗？礼拜天可以。好，这个时间我们再跟老师商量一下，好吗？好，还有后续还有礼拜3也可以。好，或者是礼拜3上哦，那也可以哦，因为好像他说不要假日就好。那如果是礼拜3也是可以，好，那我们再来安排好了，好不好？好，谢谢经理。好 ，OK。好，还有其他有相同的时间的问题，也可以提一下，我们到时候来协调，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相关的问题？好，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好，请说。原来是慈悲，各位前贤，大家晚安。后学是丽丽，我想问点传师，就是有没有那个年龄的限制？比如说要去日本留学的这个孩子，大概在几岁之前？哦，没有啊。如果你要来读大学或研究所研究所的年龄会比较大。那大学的话就不晓得这边的大学生齁，其实我们专门学校可能会有比较多年纪大的齁，因为它是专门针对国外来的想要学日本这些值得学的，我们刚刚介绍的那个专门学校它有很多种齁，那可能就会有比较多年纪大一点，如果正常的
学生可能就是一般的年轻人啊，但是学语言哈没有年龄限制。我们有一个教授的老师的太太哈啊，然后他到目前到日本学语言已经一年多了，那那个他就单纯学日文，然后他没有要读大学，只是学日文，这样子，因为他的孩子在日本，所以他就到日本来，这样子。是，对，是。那表演是慈悲，再请问，如果住在那个书院里面的话，年龄呢？哦，没有啊，没有限制啊，没有啊，是我们书院非常欢迎，只要还有空间啊。也许有一天全部都住满，我们会很开心。那对，我们就是成立这个学院的目的，就是最重要是想第一个就是希望协助一些来日本读书哈，那他们吃住的问题，尤其一开始要读语言学校，然后什么都还不清楚啊。对日本的环境各方面都不了解，然后加上他们胎里素啊，没地方吃东西，都只有在 Seven 吃饭团啊，那很辛苦啦，到最后有的都吃的不是很 OK， 这样不完整，甚至没办法坚持那个清口啊，吃的很轻这样。所以我们希望协助这些孩子，在他们来日本还不很熟这个环境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照顾他们，然后他们一边学语言一边了解这个环境，然后等到他们语言学好了，大学也申请到了，那就像这只小鸟已经羽翼丰满飞出去了，我们也比较放心，然后他到那个学校去了，他可以自力更生没有问题，他自己煮都没问题，因为我们这边会教他们从有机农场的栽种到整个的厨艺啊，就怎么样做那个生机饮食啦，这些都会做，都会教啊。那因为我们自己有田地嘛哈，那平常有客人来，他们也可以学着接待哈。所以等到有一天他们真的出去念他们的大学的时候，他们住在即使住在外面，自己也可以料理自己。这样子，我们是希望协助这些孩子啊来日本读书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而且生活各方面也有一个照应啊，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他们假日还可以想要回来都还可以这样。是，谢谢转世慈悲，谢谢，感谢您，谢谢。经理好，经理不好意思请教哈，因为后学是比较晚进来哦。那目前我们的语言学校目前是在地点会在落在哪里？啊，就在我们书院的附近，但是搭电车大概六站。在哪一站呢？在江户川台。江户川台那一站，这样那个是。车站出口，车站出口90公尺而已，所以就在车站旁边呢。那是语言学校，是不是？对，语言学校。不是，是一般大学吗？还是？没有，这里有写啊，这照片。东京照片就是这怎么读？福利吉啊，以日语，日本语学校，日本語学校。那这个语言学校是要进去也是要 N5 的？不用，你在这边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像现在来讲就要开始上我们的家教的日语，那到时候呢那会有开一个证明，然后就说他已经有在上，然后进到这个语言学校就比较容易跟上进度啦，要不然他可能这样子，就在台湾其实你最好
有在上这个家教，有个 学习时数 OK， 了解，对对，一定要，如果完全都没上然后直接进去开始会跟得很吃力啦，这样了解了解了解。那那个专门学校那个是刚才谈到跟专门学校，对，那有好多种，就说现在值得去学的，年轻人比较喜欢学的这样子嘛，那行。但是芊芊您好，专门学校的话是需要有 N2 的证照才能够去就读，就是说你读语言学校要通过 N2。N2 OK， 了解了解了。那应该读语言学校之后考试通过就可以了。N2 可以可以。那就是好像那刚才经理说要达到 N5 的程度才可以读一般大学吗？还是语言学校？语言学校，他是希望你有一些些的基础 ，N5 是最基本的。哦，这样你比较容易跟上来了，哦，所以为什么要先补习这个日文？了解，因为怕你，这个啊，没办法一下子跟不上哦。他要看那个语言学校的费用，来往下往上拉，往上拉，来帮忙一下语言学校，对，在这里啊，他这个哈。如果我们单纯学那个日文，我们不打算读他的大学，就只有这个授业科的学校，的学费625000，其他的这个学杂费吧40000，就这两个加起来，然后这个入学科跟显考科是你有要去读大学才要，啊，这样了解吗？哦，下面那两个哦，对，下面那两个就是你只读日文。Okay.那你就66万了，66万一起33万，半年33万，那33万就6万多块，在台湾我看补习也差不多这个费用啊。那经理这边他第二年看到，第二年是什么？第二年是因为有人学习的进度比较慢，他可能学的还不够，没有办法考过 N2， 那你就要再继续读第二年。所以第二年着收一半的费用。对，所以他是这样子，他这个语言学校呢，你申请完，他可能会给你2年的签证吧，然后让你学语言，然后你如果你第一年就通过了，就申请到大学去了，那大学那边就会给你4年，那如果你第一年没过，你还可以继续读。再读，读第二年，读到你过了，通常只有2年啊。如果2年真的没过，就2年还没读过，那就是代表日文都没有用心学，那就准备回来台湾了。所以他给你2年，让你去读日文就对了。那经理慈悲，你就是说他离我们那儿就是川间站来说还有6个站，是不是？对。他那个地方就是跟卡西瓦的那个新的那个研究部的校区比较接近，比较靠近卡西瓦那儿。对，比如说你那个小孩子研究所毕业了，他如果要来读东大的研究所，那个研究所就很棒，那个很值得读，东京大学的最新的研究科目都是最新的，先你刚才说一个什么江户，刚才没听清。江户川台。哦，川台了，好。哦，江户川台那个站 ，OK， 了解，好，谢谢。好，谢谢经理这边。好，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想要提出来的问题？好，如果没有，我们今天的第二场的说明就到这里喽，哈。接下来我们希望进入实质的。协助就是说你真的有要去的或是真的要读语言的，那实质的一个协助，所以请大家，我们那个下面有个网址，我先把这个档案放上来，然后大家点进去报那个日语家教，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安排，包括课程，还有可能会协调报名的人的时间，还有老师的时间，协调一个大家比较 OK 的时间，这样好。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说明会就到这里咯。好，感谢建立慈悲，谢谢，感谢大家。